是好好讲吗？我也没好好讲，就是大概他也知道，然后有时候我会叫我男朋友来我们家帮忙。哎呦，就是让我爸对他有好感，所以我去住他家觉得 OK。可是男友来家里可以跟你在房间里关门吗？不能，不行啊！通常我不会在家里待太久。关门，我就把哪里要什么打开，你真是。背着男友乱来，女大生的秘密好惊人。偷偷跟前男友，就是又遇到，然后你就觉得哇，好怀念。大学生了没？不会在家里待太久。关门，我就把哪里要什么打开，你真是。可乐爸爸，可乐爸爸，是不是？想关门，没有，没有，直接装针孔比较快。这种办法没有，装针孔就来门就来门。他锁门，我就开始，他一锁，你知道那个门锁就开始咚咚咚咚，就我会转锁门干什么？锁门干什么？我就会这样，就把家里弄得跟闹鬼一样，咚咚咚咚，就弄门锁。这点史丹利，你有设想过了吗？我突然想到，昨天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蕊通告的时候，问我一个问题啊，说那如果我要带女朋友去过夜的话，我会去跟女朋友的爸爸讲吗？这是什么问题？找死啊！讲啊讲啊！阿美，我给你们找你怎么给他处理鬼没啊？我要去睡觉。好啦，我觉得其实男人当爸爸之后都不太能忍受这件事情，但那个就只是一个，就是很热。我觉得是非常冲动的一种情绪啦，因为像我跟我老公在看《回到十七岁》，他就已经在握拳了，然后我就这样看他，我就说你先不要生，我说我们讲好了，先不要生气。如果将来豆豆有发生这个事，对，他会先跟我讲，我再跟你报告。他一定会俩公，我跟你讲，他一定俩公，因为你那个小孩子哦，那么小，然后这样一直养，对啊，他是小孩结晶哎，你知道吗？一直照顾，然后说哎，那我就送给你享用了，哪有这回事？但是没有话要说回来，我也会慢慢说服他啦。就是说，我觉得男生女生都一样，能够享受美好的性生活也是他的福气。讲讲而已啦。对啊，心里还是好担心呀。我接下来重点来了，男友别知道的三件事。好，给你们大家一个提示啦。欲望城市啊，可乐说年纪，年纪怎么可能朋友不知道？对啊，欲望城市里面不是女生年纪都，对啊，比较那个嘛，所以打了，你看不知道，很久没打人哦。帅哥被打还蛮帅的，自己那个 pose 还这样，好惨哦，大家都不敢。不敢把答案板弄出来，对不对？秋生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怎么样？一样答。答案是什么？想听秘密啊，大家。空白。打死。到打。不是只有打而已哦。女同学，哎，涛姐，他刚有不甘愿的表情。闭嘴。更惨的在后面啊！他们被打完之后，你们还是可以问他的秘密。哎，对，好不好？小白，你要问秋生什么秘密？秋生，我想要问他，就是有没有瞒着姐妹，然后瞒着好朋友，瞒着女朋友。小白要打了。瞒着女朋友，然后对他的姐妹有意思。哦，对女朋友的姐妹有意思啊！哦，这个问题不错，有没有？或是性幻想，对朋友的姐妹才有性幻想，一定有。他打歪的，把他分线打歪的。没有，骗人，一定有，没有，实话。性幻想啊，你女朋友的好姐妹，犹豫，只有姐妹没有，姐妹真的没有啊。那是怎样性幻想有咯？性幻想没有，姐妹没有，还是亲姐妹的好朋友那种？不是亲姐，还是直接？你跟现场谁有性幻想？哇！好，娃娃问的。你说姐姐就难，我这事情就难聊了。不能说姐姐啊，姐姐又歪掉了，姐姐就歪了。我不讲答，我选小玉好了。One， 好烂哦，烦呢，态度。好，来，我们秋生已经被打得差不多，快哭了，来，快哭了。其他人的答案是什么？阿达，哭
阿达，你还在混呢你？哦，答案不知道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小新的答案。就是我觉得欲望城市就是一群女生在一起就会比较，然后互相说对方男朋友坏话。是哦，对哦，是这样吗？小玉也写比较。对啊。哦，来，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。男友别知道的事就是姐妹说她的坏话。哦哇。哦，那小新你要指定。指定。指定谁？小白好了。我之前有一个男朋友，然后长得不是很好看，然后每次跟姐妹淘聚会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说他很丑又很矮，然后又有点胖。结果后来我就跟他分手了。姐妹淘讲话影响超大，姐妹淘讲话影响，姐妹淘讲的话影响超级大，因为姐妹淘太容易影响，好容易影响，就是常常讲，就觉得。好，那我跟他在一起是真的很丢脸，然后就说你看他什么都不好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后来就被影响到分手。好，小心。因为我有一次就是我女朋友比我年轻，那有一次他朋友打给他说，哎，你现在交男朋友，就我就偷听他说你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，我就很生气把电话接过来说，你怎么可以说我女朋友是牛粪？贵妇奶奶，姐妹淘真的很有影响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很多人都希望得到自己姐妹认同啊，这样出去才会觉得是一起的感觉，一起的感觉。可是我觉得姐妹说男朋友坏话，真的不要跟男朋友讲比较好，会影响到彼此的感情。对，对啊，会很尴尬。可是史丹利，难道男生不讨论大家彼此的女友吗？一定讨论，也是会啊，也是会啊。我跟大家都有讨论过好几次啊。哦，对啊，就是还是会讲，但是男生不会讲女生讲的。女生很容易因为情绪的关系，或是整个环境的关系，而越讲越夸张。我们男生比较客观，对，男生比较客观一点，真的。男生会聊到多细？会聊到彼此女朋友的身体特征吗？哪边有开胎记？哪边有痣？没有了，不会这样啊，不会，就不会聊到身体特征。但是第七项，我们给大家一个暗示好了。好，过去。对啊，这个很，所以我想，我觉得是应该是说，就是那个女生她过去的时候跟别的男生，就是可能比较她可能有意思或者比较帅的，然后萍水相逢的故事，她不会跟男朋友讲。萍水相逢，对，她可能就是说有一个晚上，或是有一小段时间，跟一个她有很有意思的男生这样。哦。算是应该要被答的答案。对，其实，但因为我们有点累了，所以小玉答好了。真的，来，把智商残杀。他的手劲比较小一点。笑脸唯一一个没被打了。打两个，好烂，好烂呀！可以跟示范，打小玉啦，打小玉。真的要看我们的。你为什么这样子？你这样很累耶，而且穿鞋裤。小苹果，他没有喜欢小苹果。谁没有喜欢？他没有，他没有喜欢小苹果。然后你一米，笑脸有没有喜欢小苹果？有，坑哥，他喜欢。好，没有，亏我念在说，就是他有那么多表哥的份上。白痴啊！好了，来，过去其实男友最好别知道，就是前男友的任何事 ，anything， 任何事都不能讲吗？是这样吗，小白？你觉得真的、我觉得是连如果还有留 MSN 也不能让他知道，就是骗人呢。那我因为我现在是通通都没有联络了，我100%没联络，但是以前有，然后就是以前上一个的时候，然后跟他交往，然后偷偷跟前男友就是又遇到，然后你就觉得哇好怀念跟他相处，就又约会一次这样。哎呦，